那他持续跟你下辩论的战帖，你要接吗？我们知道啊，辩论是针对实质的政见，有具体的主张跟批评啊。我们从王议员身上，从选举到今天看到的，就只有口水跟谩骂。那相对于我们提出具体的政见，对方持续的口水，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吗？我只问大家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。定调不会有辩论是不是？定调不会有辩论是不是？我们期待的是正向的讨论，我们期待的是有建设性的评论，我们期待的是具体的主张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我提出的每一项政见，从我们国家安全的改革，我们兵役制度的改革，我们国家安全指导文件体系的建立，我们消防人员人力的扩增，我们松山机场的迁移，我们给下一代更公平、更公平、更完善、更优质的外语教育，这些每一项议题，我们的对手都没有具体的立场。那真的，我的问题是，那我们在选什么呢？有什么前提下会愿意辩论吗？你说什么？有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会跟王宏威议员来说？你说什么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有什么前提会跟王议员辩论吗？什么样的情况下愿意辩论？还是就没有辩论了吗？什么样的情况下愿意？有什么样的前提会跟王宏威辩论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就不辩论了吗？什么样的情况下愿意辩论？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第五名金祥，会长，金祥。